大家好，这里是南妹厨房，今天分享一道超级好吃的水煮肉片。做水煮肉片最好选择里脊肉，因为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嫩。先you
吧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哟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